夏天蚊虫猖獗，这些生物都要小心。以前拍古装就一定会要到树林，蚊子就是超多。最夸张是还没有轮到我，就先休息。起来了以后发现，哎，眼睛有一半没有办法张开，只好去医院打消炎针。蛮多患者可能来，我这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咬到？小黑蚊它可以在腿上就密密麻麻咬了50个，像现在连红火蚁也是蛮猖獗，一旦被叮咬会有大片的像是灼伤的一个反应。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